很穷，自然甜蜜热恋中，3月15日王大陆蔡卓宜被拍一同现身，两人用着同款手机挂饰，颇有种情侣款的意思。之后王大陆还化身24孝好男友，拿了一件黑色外套给蔡卓宜，并帮其拎包围外套，相当贴心。弄好之后两人一起聊天，一起回酒店入住。据悉二人曾被拍到街边热吻，恋情曝光，如今还如此的甜，看来是认真的在谈。祝福祝福。